小朋友们好，今天我们给小朋友们带来了大神奇淘气蛋还有健达奇趣蛋分享哦。相差这么小的，是女孩版的哦。大家瞧一瞧，这一半是好吃的牛奶巧克力，味道很棒哦，非常非常的香。有两颗巧克力球，吃巧克力的勺子，更棒的是新奇玩具。看说明书是什么好玩的，还有一张米老鼠布片，一张花布。哦，这是一个手链，戴在手腕上面真漂亮啊，还能当做积木玩，能拼装。拼装手链咯，女生们喜不喜欢这个手链啊？很简单，组装好了。哇哦，好玩又漂亮又实用，戴在手腕上面就更加漂亮喽。再拆这枚大淘气蛋，是皇子版的，看看里面有什么神奇的宝贝，神奇的玩具呢？看到啦，小猴子，小猴子很喜欢吃香蕉。小朋友们知道小猴子还喜欢吃哪些食物吗？两包巧克力，很大哦，黑巧克力，上面都画着满满的问号。里面有贴纸、组装说明，组装他的脸，尾巴。抓上他的胳膊和腿，用力的用手挤压，一二三，用力。好啦，淘气的小猴子组装好啦。咦，他的头上面还有孔，可以把绳子穿进去挂起来，能当做钥匙扣，也可以把它挂在书包上面。尝一尝巧克力的味道，取下勺子，
很好吃，又香又甜，味道非常的浓。好了，小朋友们，这期的节目就到这儿咯。我们还有很多好玩有趣的视频，欢迎大家订阅我们。下期再见，拜拜。